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。停，雅丽啊，你现在的状态完全不对。今天为什么要单独给你加练？因为你是 C 位，你的演出决定了毕业大戏的成败。我们调整一下状态，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预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停停停，雅丽，你现在给我的状态是游离的，你整个人是精神恍惚的，你再这么下去的话，会耽误整个排练的进度。明天就要预演了，你这样是肯定不行的。叮咚咚，哎，你帮我看着他一下，一定要注意啊！我刚说他那几点问题。放心吧，老师，缓一下脑子，休息一下，等会儿多练几遍自己，好不好？嗯。在排练，我怎么听说你们毕业大戏女主角没有了？有没有这回事儿啊？嗯，没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和我说呀？是不是你表现不好，所以才弄成这样的？不是我的原因。方雅丽，你现在是女主角，被人拿掉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我在亲戚朋友面前可都说了，毕业大戏你是女主角。现在到了关键时刻，你给我掉链子，你让我怎么去收场啊？我都说了，不是我的原因。你现在怎么是这个态度了啊？当初你爸爸让你去海马，你不去，非说要去拍什么啊？毕业大戏。现在倒好，你爸爸是钱也花了，人也得罪了啊，你就拿这个成绩来回报我们呀？啊？哎，你让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面子，面子。从小到大，你俩就知道面子，到底是我重要还是面子重要？哎，方雅丽，芳芳，春明，我觉得我真的不会呀。今天的事儿我听叮咚咚说了，刚才去剧场找你，看见你不在，就想着你肯定在这附近。你一直表现得很好，只是今天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待会儿你回去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睡一觉就好了。陈明，你不明白，我真的很没有信心。你这大学四年一直表现得特别好，你必须要相信自己可以。陈明，好了。我真的做不好，我现在跳的也不好，唱的也不好，怕我做的不好。你一直特别棒，知道吗？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，放轻松啊。是这样吗？
亚丽，你怎么了？张一勇，我还是好紧张。错了，来来来，重新走一遍。你看着我，这只是一次彩排，没关系的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啊，你可以的。怎么了？看你脸色不太好。什么？我还是好紧张。跳舞我都可以很自信，可是一到唱歌，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 C 位。芳芳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是最棒的。紧张是正常的，紧张呢是对舞台的敬畏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别说你了，上舞台的话我也紧张。好，来一遍。教你个小技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站在台上的时候呢，不用看台下，就当是在练习室，把它演好就行了。佑哥说的没错，我们大家都相信你，一定可以的。深呼吸。对，这个调不对，这个调不对。哎，等一下，再高一点。这个是从这个。吴金磊。丁东东，高老师好。怎么样了？基本上都 OK 了。行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随时可以开始啊。好。同学们，我们现在都撤离舞台，准备最后一次预演。好，好，加油。好，知道。加油，亚丽，我在下面为你加油，加油。咱们在后面。都准备好了，可以。各部门老师，我们从头到尾走一遍彩排，从方雅丽开始。灯光熄，灯起。你这大学四年一直表现得特别好，你必须要相信自己可以。紧张是正常的，紧张呢是对舞台的敬畏。果然呀，不是那么好的。你现在状态完全。亚丽，我们相信你，你可以的。你的演出决定了毕业大戏的成败。我怎么听说你们毕业大戏女主角没有了？再这么下去，会耽误整个排练节目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和我说呀？是不是你表现不好，所以才弄成这样？你是要相信自己可以的。我相信你。